欢迎来到 Eason 读教。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遗迹守护者连雨。该守护者特性：免疫怒攻伤害，受到普通攻击伤害提升，所以主 C 将为定下来，剩下的都是他的工具人。这个守护者很奇怪，邓艾吉席上的去，零七噩梦却上不去，不然应该可以打出更高的分数。所以邓艾40%爆伤，连雨在后排。曹操加速辅助回怒触发怒攻，让姜维可以打更多次被动。袁绍回怒加增伤，大乔快速回怒加后排爆伤20%，曹丕增加全体最终回怒值，便是打这种只吃普通攻击守护者的基本打法。
竟然有耐心看到这边。好吧，又被你们抓包了。曹丕与曹操其实在这种关卡根本没啥太大帮助。你要做的是让姜维普通攻击伤害最大化。并且让除了主 C 之外的角色都加速回怒而选择战役。邓艾袁绍大乔不多说了，王毅增加 15%， 最终伤害影响非常的大。因为姜维本身真实伤害对守护者其实效果并不好。所以才要再度提升最终伤害以及利用马云禄的追击效果。再次拉高整体输出。影片是最后两分钟才打的，仪式变过，如果多试几次有可能直上第一。因为遗迹守护者的回避真的是以上，希望今天的影片有阴到你。感谢各位的观看。